福斗平，今日是1月25号2022年中午时分，现在大约12点多，这个时间就少些人到了，晨运那些就走了，现在剩下这一群在度维修栏杆嗰啲工程人员喺度食晏昼，我哋睇下出边啦，难得上到嚟，梗系影翻个 movie 大家睇下啦。对住嗰个就系水泉老村，跟住就系博康村、沙田、沙角村、月明村，跟住过咗城门河咧，跟住到新城市广场啦，跟住就系万佛寺啦，跟住我哋仲睇埋道峰山嗰个十字架添。好寧靜啊！前面咧有一個高高圓墩台，嗰個就係、是筆架山啦。呢度可以望到去呢、這個荃灣嗰、那個山頂嗰個屋村啦。跟住呢個係獅子山啊，中間嗰、那個。嗱，而家望過去。呢边上面有一个八岳塔，嗰度就系慈云山啦。嗰、那个又有个波波咧，就系、是、TVB 个发射塔。不过隔篱嗰个咧就是、水泉澳山啦。而家咧望见呢一个咧，就系、是。呢度大金鐘都望到喎，馬鞍山啊，嗰啲山全部都睇到。跟住咧就可以望到好遠嘅朦朦朦朦朧朧嘅八仙嶺啊！呢度就望過去大圍啦。名城啦，跟住呢一个大围火车站啦，跟住咧嗰边系城针山啦，大帽山今日蒙蒙地睇唔到，跟住稍微平啲少少嗰个就草山啦，跟住下边呢个就道峰山，下边呢个就新田围啦。